我们房东到现在都还不相信我这是没有用色素。这个是我去阳明山，去捐尸瀑布，我去那边找题材要做果冻花。我好喜欢哦，我这个沉浸在里面哦，你会有一种，这是另外一个，就是会很安静啦，在这个自己的世界里面。 然后你会整个思绪都在里面，很不会去想别的。然后他回馈给你，就是说，有时候你不是要这样的土，可是他会变不一样的东西出来。我觉得说，这个很疗愈，非常的疗愈。